明赤龙这跟皇帝龙跟明灯龙一样是吧？渣渣灰我没打过，没打过渣渣灰啊。明灯龙的成年体，那不就明灯龙吗？你们开个森林给我蹭一蹭，你们开个巨魔之地给我蹭一蹭。啊，黑能量干嘛？干什么？投石攻击珠，麻痹珠。投石攻击我。开试试看吧。哦，这屁股霸王之阵，黑刀夜影。暴灵炸裂，
冰属性540，仙子冰川。暴君柱子。哇，金狮子的武器，他妈击力那么高吗？金狮子，957，九彗星。青龙偃月刀。或者王王啊，喝一把。嗯，就攻击力比较低，拿着把刀王王吧，试一下啊，看帅不帅。试一试，哎呀，飞龙种、牙龙种。熔岩地区有的四级的大臂飞龙，瘴气陆山湖台地，森林荒地，浮空，浮空龙吧。我操，我还是拿我那把吧。OK， 走吧。浮空龙。
空龙，浮空龙。富婆，富婆谁啊？不可能好像在台戏吧。旗袍好性感，而且刀也好漂亮，控制不住了，要撸了，对吧？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五锤龙，水妖鸟，水妖鸟也是陆山虎的吧，也可以打吧，水妖鸟。是龙啊，是龙，蜈蚣龙吗？
看爆笑虫子那时候大，你还看爆笑虫子啊？宝哥也看爆笑虫子，宝哥都你妈40多岁的人了，还看爆笑虫子。每次看的时候都在傻笑。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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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！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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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面那个，下面那个，下面那个，水妖鸟，水妖鸟。我来投个抽蛋。我操！这个玩太多的跟我神同步，什么招数都一样。下一个吧，哎，我变猛了，我变猛了吗？你们觉得我变猛了吗？带你不带，你们不省我菜吗？还要我带你们啊？
哦，但你可以啊，不过有个要求。先去如家宾馆开个房间，我不管你是男的女的，我去开个房间，我带你，我不介意。你这个东西还不好说吗？只要到位啊。我怎么就一个珠子？划走珠。活捉专家，活捉武士头。毒妖鸟，是不是我打的龙等级越高啊？是不是打的龙等，我打的龙等级越高，这个升级就越快？水妖，水妖，是的呀，好吧，我不知道，换个武器，我换个武器玩玩。你这为难我呀，你这是。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种东西，哼，这就像职业一样，你玩个网游，你这一个职业让你换个职业玩。你这哪会呢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你给我一把武器，就算顶级武器我也不会用啊。对不对？太刀真的看吐了。要不我弄把帅点的重棍，打个酱油。帅点的重棍打酱油。三天，三天，我是永远的不换武器啊，但是增加你们快乐观看的快乐程度，我还是这个给你们换一下吧。发现不喜欢老婆喜欢男的怎么办？这个问题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跟他老婆也不知道他是同性恋，他跟他老婆结婚之后，他发现他不是，他不喜欢他老婆。
他喜欢男的，后来他跟别的男的偷情了，偷情他老婆也不知道，说是跟男的出去还能怎么办呢，跟男的出去玩而已。这种事情我不会笑话你，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。老公你说句话呀，我说话了呀，我没说话吗老公？哎呀我操，自反了，抓抓抓抓抓，怎么四连击然后收刀继续连击啊，攻击攻击是吧，攻击攻击，一二三啊，四五六，来会大回旋拔刀收刀啊，这样就行了，这样那样那样那样这样就行了，我给你解释不了，你玩着玩着就会了啊。咱把重棍啊，辅助どうやよ。生产武器，一二三四六七，十四个武器。操虫棍，操虫棍。
三世十方智慧。龙骨棍，龙棍好像加飞燕珠、啊、黄乱芒果龙玉风龙法杖，黄乱芒果我怎么没有，黄乱芒果还有龙玉，飞空巫师，做这个吧，先。梁志硬骨，我操，没有梁志硬骨。我这做灭镜，灭镜是吧？灭镜，我都做不了啊，材料差太多，材料差太多了。灭尽棍，打金狮子吧。反正慢慢升级啊。金狮子可以直接做个金狮子的这个重棍，高级的。
我要到多少级？70级是吧？金狮子，然后陆山虎。玩太刀，我随便混一下不行吗？虫子要生，虫子生不生无所谓啊，我主要是砍。生干嘛？主要就是为了砍。空中棍は幼虫を操る近接武器だ。立体的な立ち回りとエキス強化が魅力だな。我就采点体液过来砍就行了。生虫子干嘛？有什么用？看在哪里啊？弄个速度虫，熄灯飞得快。嗯。换职业了，也不是换职业了。只是随便搞搞，混一下。这边打金狮子是不是不掉材料啊？金狮子，掉不掉材料？金狮子的爪子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虫子还有体力，我看到了。他们有这么一说。完了，怎么回体力？怎么回体力？
哎，终于吸到二了。哎，好疼呐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！嗯，哇，这都能锤到我。
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吧？这二级武器，哎，我操！可不可以啊？可以吧？伤害不伤害无所谓，这个武器就是跟亚索一样，快乐快乐就行了，其他的不重要。放回来吧，攻击力341，当然打不动了。这个我觉得我的太刀最帅，拔刀技体力珠，哎，这个不错哎，拔刀技提高拔刀加体力，这个就很不错。毒妖鸟四级毒妖鸟，凶爪龙3级，碎龙3级。武功吧，我可以解禁了，在哪解禁啊？解禁什么？解禁大师吗？我大师现在49，大师49。哦，解禁，看一下。
大师调查班长。順調か？ああ、古代森林，最讨厌这地图。古代森林，吃个肉啊。这游戏可比剑灵老多了。剑灵是不是就那一排技能，然后中间还是对话框，世界还喊喇叭，按放个技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玩起来眼睛都打皮，眼皮都下坠的那种游戏。剑灵是不是？哎呀，技能好帅呀，我的妈，按一个一就放出来了。